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啊。这条路漫漫又长远，Ludum Dare 第35届72小时多人组的，这个变形主题的游戏制作比赛，我们终于要做最后一期了。上一次我们一直打到了这里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这个并列9名的这两个开始玩。这个名字呢叫做，吃啥变啥，以及这个制作组我好像有点眼熟呀，他们做过什么来着？哦，对。这个名叫《Ascension》的游戏，我挺早就想录了，有机会再说吧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WSAD 移动，鼠标来瞄准，左键是你的主要能力。问号问号问号。哦，我运气真是怎么样？我名字叫 Scuttle。我只是想找一个安全和平的地方安顿下来，可是这家伙脑袋却是个枪。点点点，算了，还是吃了他，要他的身体吧。我们这个触手怪啊，是的，现在我们呢，第一主动武器呢就变成这个枪。好多了，现在呢我可以和。混进人群当中了。经过有任何见证人的话，都把他们杀死。有人告诉我啊，我就是觉得这些黑帮团伙啊，哎，啊，是这边是吧？按 E 键，这个它会显示的，按 E 键就可以交互。说这些黑帮团伙啊。对于一个夺身体的人，肯定不会很那个的。哎啊，这是一个小刀男，冲刺小刀男。右键使用第二能力，不同生物有不同能力。对，我这已经明白了。啊，要想成功的话，必须随机应变。既然他说要全，哎，是啊，这个小刀不愧是小刀，攻击力还比较弱的。OK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 HP 不够了吗？是这意思吗？二键重新开始。Esc 键可以暂停。OK，哦不，这个是出口，好吧？看来我还没有遇见过任何伤血的麻烦。啊，我们默认是触手。这些都是杂鱼，但是他们的。领袖在哪里？带头老大是谁呢？啊，我觉得老大肯定有一个很强壮的身体啊，可以让我……这什么？一拳男，可以打碎墙壁。果然，这货血都很多，但是走路呢也会有这种声音。我们这边呢，刚刚写着名字叫做，对对对，没看见，叫做，异形的巢穴，Eldritch 呢，基本上就是很特苏鲁的那种东西了。我能隔墙打不？OK。两枪完成，最后变成刀。OK，这边有两条路可以走。哎。
结果最后伤势的话是影响到下一次变身。OK。我们走路都有声音。我这一关已经完成了。哎，这地方真是个垃圾桶，到处都是怪人。我要小心谨慎处理这些才行。如果我一次只干一个人的话，说不定能够保持隐蔽。我决定先用枪。OK。这个走路速度比较慢，还是有点累。哎，好像一拳可以做到。哦不，这货是只有一格血。好，完成了，还有最后一个房间里面。可恶，叠在一起。对。先把上面那个拿枪的杀了。他这个一枪有三格血，是这个感觉。所以这个五格血的OK， 里面还有一个大块头是吧？啊，没有了，对，已经显示了，已经显示这个就是可以走。OK。隔墙我好像是打不到的。OK。这个血少人是碰到远程的比较麻烦。先把上面那个远程的给杀了。
结果到头来，几乎每一关最后都是这个小刀男。哎，啊，对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的大脑外露，看起来应该是很聪明的意思。是个远程的，右键可以探视。我攻击力比较低。OK，不过他血少。OK。哦，对，他血少。这个每一关长度真是太多了，确实很有这个迈阿密热线的这个感觉啊。只不过不是拿武器，可恶，这个只有一格血，太脆了，碰到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办法。难起来是真难，关键是每一关都比较长。OK，省一点了。这个学习迈阿密热线呢是很好，但是这个游戏，尤其是你看我现在这个角色啊，相对来说节奏慢很多。先杀这个。好的，过关了。所以呢，重开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复杂。好的，已经进入巢穴了，是时候找到他们的老大了。嗯，这么一群乱七八糟的人啊，一定会有人指挥他们的，没错吧？这么多。这个 HP 多的，像这种里面很多角色的话，可恶，很多角色的话，用它这样显然是比较安全。
毕竟 HP 多。哎，这边要用那个打开的才行。可恶，这边都需要那个。我们要找一个大块头才能把那个路给打开。OK，先不开这里，先去把这边能打通的路都打通了。什么？他先出来了。那我还是要把这边打通才，其实另一边可以开。探查一下。先杀这个，再杀这个，最后杀你。这个房间好像啊，哎，杀光了吧？好样的！什么？只是新的关卡而已嘛。这玩意儿看起来好像要勒死，很想勒死别人。希望他勒死的不是我，掐死别人，掐脖者。这个近身攻击啊，右键是勾，右键是勾，然后左键。哦。好难呀！OK，这是一个吃，这个才比较像吃呢，对不对？先杀这个。蛮难用的，OK，先去看看有没有要用把墙打碎的地方。他都没掉血，OK。OK，看来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呢，还是可以一击必杀的。也不一定，可能是我刚刚没留神，就是，我那个大块头的时候多少格血，说不定他那个攻击力很强的，是三点伤害这种样子的感觉，也有可能。三连星，你以为你原氏啊你？啊！好难。好像还真的要先把它。好像还真的要先把它抓起来才能吃。这边有两个，有一个会是大块头。OK，果然是无敌式的攻击。我先把这边的墙打烂再说。太难了。
OK。什么？是，哎。他这个攻击判定不行呀。OK，其实是因为有延迟。它是一击必杀的，但是你勾过来之后，它会有一个硬直，并不是勾过来之后直接就能吃，有一点点的时间延迟。很不解，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硬核呢？先杀这个。OK，完成了，好不容易。哎，真不知道这房间建筑物居然这么大。视野大过头了吧？哎，哎，你72个小时用不用做成这样呀？关键是失败一次就要全部重开，这也太那个了吧？OK，小刀男速度快还是比较快的，我要先观察一下下面这几关都有多少敌人。好像倒是不多。好，我们尽量，安全第一。先杀这个吧。可恶，是这人吗？OK。OK，完成了，好。我一定是接近了，怪物们数量越来越多了。天哪，我不要越来越多。嗯，是时候潜入内心。潜入他们的核心了。
观察一下。哎，刚刚出什么事了？刚刚明显是有一点 bug 的。OK。卡住了，卡住了。按键重开。这个游戏还真有一点这个。迈阿密热线的感觉啊，很硬核，很爽快，就是。略微有一点点慢。OK。右上角还有怪没有杀，这个房间是吧？OK，完成了，好险！刚刚少打一步，幸亏电脑用这个的时候是只有三连发，点点点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他们的老大在哪里？别告诉我，这些货是以民主的形式来运营这个地方的。那我怎么样才能统治他们呢？现在只剩你一个了吧？见鬼！恭喜你死了16次，24分钟完成。好的，那么下一个游戏。哎，不过我把这个答案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他们民主又怎么样了？最后只剩你一个人了嘛？你把他们全都杀了嘛？对不对？好的，下一个游戏。这个呢叫墨陀。叫那个地理法师墨陀，我们来看一下操作。方向键移动，然后稍等，方向键移动，空格键呢锁定方向一和二和三呢，可以释放不停的法术。一是圆，二是方，三是角，空格键是锁定方向。小心错误的法术会，几何法师错误的法术呢，会治愈敌人。原来如此，是这样一个游戏，锁定方向还是很重要的。OK，药水，哎，我现在，哦，no，这是方块吧？好。我现在是满血吧，那我这岂不是亏了？啊？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二号、二号，好像三角永远都是不，
哎，可恶！我以为它是固定的，其实并非固定。打怪能回血，是吧？我就想知道，这个换房间之后 ，HP 药水还在吗？还在。好，好好好。一号，三号，二号，二号。啊哎！什么？你血这么多吗？OK OK， 哎，这个怎么没掉血了？找到钥匙才能打开 boss 房。我怎么感觉你这怪物越变越强？对。现在我已经比较可以下意识的选择一二三是哪个了，意识源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意思是我已经拿到钥匙了吗？源，三，源，这个月相，好吧，也不知道有什么意思。啊，对，现在还是没有钥匙。你这怪太可爱了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怪多一点，蹦蹦跳跳的，憨态可掬。找到了钥匙，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房间？纯粹是随机吗？有可能是随机，毕竟72小时组嘛。他，我觉得大概是不会有更多什么各种要素了。好的，那我直接去打 boss 了。这个子弹居然隔着房间飞的。哎，什么？它是隔段时间变那个。哦，它放小兵了，这个有点。好，找到一个节奏。小心。哎，闲损我一员大将。对啊，他伤血是比较那个的。哎，可恶，失误的时候呢就会失误越积越多，这种感觉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刚刚如果撞子弹的话，是不是就自己作死了？好的，哎，这个游戏有点意思啊，打起来还挺刺激的，尤其是一旦犯了错，就会让敌人的血越变越多，而且呢，你要走的方向啊也要改变了，不然的话还是比较无脑的。好的，那么下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呢叫《尼阿莫的冒险》。好，这个音乐就欢快很多了。我们看一下啊 ，Continue 055，有55个收集要素。开始新游戏，右键。你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？你这叫尼阿莫。我就先不死了。收集的是这玩意儿，血滴子。我怎么感觉速度变快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是不是越变越强这种意思啊？
哎，按了上键进入了。还不能。这个暂时教程按上。哎，这边我还不能变其他的呢。这边显然也跳不上去。哦，看一看。它的颜色各有不同啊，哎，哎，这么快的，OK，看看右边，这个地方深了，我还不能变呢，这个地方好大呀，这个真的没事吗？二，学了一个新变形，叫做弹簧吧。要收集齐55个吗？不容易啊。不过我估计不集齐应该也有一个结局可以看的吧，而且甚至不一定有不同的结局呢。这个是出来的地方吗？哎，可恶，好快啊！OK，迟到了。这之前的那个地方吗？好，这边的左边是没去过。OK，果然是要这样。跳起来之后，就可以在空中变成一号，然后横向移动了。这个算是另一条道路吧。从上面这边来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啊不，下面本来就不能走嘛。我在想有没有空中可以跳一次这样作弊的感觉。并没有。果然有一个。但是我感觉要想收集齐，还好，比较和平，没有那么难。Oh no！ 看看左边，哦，对了，左边是这个嘛，
上面说不定还有一个。天哪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？居然还有一个需要变小之后才能来的，这样我就不收集齐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要收集的还是收集一下。关键这种要收集的我记性不好使，要回去喽，或者看看右边有什么。我估计门上写的名字啊，就是这个符号呢，就代表着他这一关有什么样的东西。我直接死了会不会跳到开头？对对对，好样的！这边有一个叶子，估计是能飞这种感觉，但很可能需要收集齐之前的才行。这个好像还挺和平的，只要不被戳到就没事。但其他的路都需要那个了，需要我们去之前。不过这个，他这个做了这么多关卡，做了这么多音乐，还是值得鼓励的。虽然音效是吵了一点。好的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房间嘛。总感觉这个门这么大，是不是有一些啊？有一些要全都用上的感觉，是吧？果然，那么就是这个房间了。先看看上面有没有，有的。哎，可恶，待会儿再来吧，反正后面还有飞呢。OK，这次的这几名的游戏都好长呀。这个是要那个飞的才行。我觉得像这种比较长的游戏，我应该推荐给大家。然后变成了平平的一滩，好慢，没有必要这么慢嘛。我觉得我就不收集了吧。我觉得我不收集了。这个很可能确实是需要那一个，对，应该是需要。需要那个飞行才能到达。我们直接先走，看看能不能。能不能不收集，看一看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结局，还是怎么样？姑且先把这个游戏打通了。对于想要去收集的玩家来说，我觉得应该自己去玩一玩看，因为看它这个挺庞大的。关键是，其实把太多的内容锁在这种东西后面，我觉得意义不大。你这个纯粹是让玩家难受而已。有那么一两个，
我觉得就可以了。为了表明你这个有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好，这个很显然也是要靠飞。不拿了，全都不拿了。OK， 从下面走。什么？下面是这样？有一种，对，果然可以站。不被戳到就没事。四。火箭气球，只能横向，不能竖向。漏气之后就不行了。OK， 只能瘫倒在地。但是换成其他又能瞬间充能，挺实用的啊。是的，它这个好就好在可以组合着用，但是一定要降落之后才能重新变回来，略有不同。哎呦呦，好的，我们直接去最重要的大门吧，不管了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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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哎哎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好的，我们直接去大房间，就不去管收集齐了，因为收集齐的话，时间可能花得太长。这个迷之声这把年纪了。好的，一个娘母，走喽。这个爬的音效特别可爱。OK， 感觉这边还不如跳。说了不收集，为什么又收集？算了，反正之前的都没收集到，不管了。这边没刺吗？真的没刺吗？不是 BOSS 战吗？好的，完成了。不知道全收集的话会不会多一张图或者怎么样。那么这个游戏我觉得挺不容易的，72小时。这是之后稍微改过的版本吧。啊，继续，还可以找更多的收集更多，哈哈哈，可以继续。好的。那么想要自己去玩的呢，欢迎大家去试试看。迷之声呢就玩到这里了，说不定哪天我自己去把它收集齐了看一看，但是就不知道视频里面来了。这种游戏大家自己玩玩看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下面地图看起来还这么大？
其实这种射击类的游戏呢，林真特别希望有一些怎么说呢，比如说你完成隐藏要素的话需要100个，但其实地图上有120个这种，那我觉得就比较好，因为有的时候强行让玩家去找最后一个在哪里， 我觉得挺不好的。对，这边没有记错，只有这一个。对，捅死我吧！还差两个，是不是在那个最终关里面的？感觉是，因为我不记得那个一开始的那一关会有错过的地方。这地方太可以了，那就是其他地方有错过。这个其实本来是应该要用这个火箭才能拿到的。果然在这里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再一次通个关吧。好的，让我们来迎接。解锁了一个叫毛球模式，新游戏毛球模式什么意思啊？天哪！毛球这个词呢，用来形容猫的。所以呢，他这边就做了一个猫的皮肤。本来是小黑娘某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娘喵，这种感觉的。嘿啊，好的，你倒是输入一个密码呢，像我这样录了之后的可以给他，不然的话谁还愿意重新打一次啊？不过感觉速度快了一点。对啊，这个毛球横向移动速度蛮快的。耶、yeah!好的，那么娘猫的冒险这个游戏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